新郎新娘唱着歌从婚礼上方缓缓降落舞台，新人一同切下甜蜜的蛋糕，在全场亲友祝福声中切下蛋糕。这对年轻夫妻结婚后三月去土耳其度蜜月，返台立刻被居家检疫14天，在家里面呢直接透过视讯呢，他就可以怎么样达到一个所谓的那个学习效果。新婚夫妻档就读科大4年级，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，透过视讯上课，学业不落下。年轻夫妻档出国度蜜月，遇上新冠肺炎疫情，原本要去大陆，但当时疫情已经爆发，改去菲律宾似乎也不妥，最后选择当时看起来最安全的土耳其，一波三折。但返台后已经升为3级防疫，校方要求居家检疫1个月，期间靠视讯上课，期待早点跟我们同班上课咯。但是因为现在担心潜伏期不是那么短，所以我们就让学生在家里自己居家1个月。因应新冠肺炎疫情，科大推出直播式远距教学，让居家检疫或隔离学生学习无时差。记者宋佩成、王淑红高雄报道。